它会变那个瓷砖，哦，很就变外面这个了。所以怎么了？好爽哦！好爽哦！所以它进去怎么了？还好了，成功了。怎么成功了？你看里面的那个银矿石没有吸走啊，它只吸石头进去啊。哦、你就是哎、欸，可是繁星我回不了家了。你放了一个网子而已啊，对。啊、那个网子要不是我 TP 你来的吧？设定、哦、不是，是我 TP 你来的、哦。我知道的哦。我传过来，可是我忘记了。你说可以打贝壳吗？应该是不行吧？我看一下。我还以为你说什么什么东西成功。哇，这个地图在哪里、啊、？You did it！ 我家在哪？你知道出生点在哪里吗？知道，你打 S P A W N 啊？怎么过滤器？哦哦哦，是勾引呢？斜线 S P A W N。看我的，可是我会过去玩。摔在土里，这个自动合成是不是就点它？上次杰克才直接摔在土里面卡死，很容易摔土里面卡死的。欸、他今天要看我的吗？我的也蛮酷的。家在哪里呢？啊，家应该这边吧。我的就这样而已。模具箱这是干嘛的？这箱子啊，然后这是他们说什么压缩抽屉啊，哦，它可以吸石头或那个压缩石。其实它不一定石头啊，你也可以放铁进去啊。嗯，对啊，一样的东西，你一样可以，你可以放铁，它会帮你压缩成砖、砾跟锭三个东西。那你压缩完的话，它到哪里？你可以，它就在里面啦、啊。你可以选择你要拿这个。哦哦哦压缩的，或是你要选择拿普通没有压缩的都可以啊。嗯，早讲嘛，早说。他们刚刚就在说这个，然后我们那边做的兴高采烈啊。没有啦，那个东西的话，这个不是这种压缩的就不行做了啊。他只能放一个哈。嗯，只是感觉没有压到哎、欸，他有压到吗？不是，他是帮你说这个东西可以压成这三个样子。你看你是你要拿哪一种东西出来？可是它都会留一点点这样子吗？看你里面的量。它是里面有43个什么 double？ 它是你里面的总量是3536个普通鹅卵石，它可以做成392个一次压缩，可以做成42个两次压缩。哦，所以他是跟你讲，你的总量跟里面拿出多少东西，反正里面就是鹅卵石，然后你要拿出的东西还可以再选这样子。对，哦，好好，我了解了。哇，你的总量就是那3000多颗的鹅卵石，但是你可以选择你要拿什么东西出来。嗯，啊。这个压缩抽屉，我看一下怎么做。敲掉，不要敲掉了。真的怎么样？真的怎么样？还爆开啊！爆开啊！我想试试看，让我试试看好不好？我不知道是不是问那个哦，你敲啊。这不要了，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不要，连伺服器爆掉，然后毁掉了。啊，这东西怎么做？我把它敲掉看看好了。压缩抽屉哦，看一下。不难过，不难过。Can someone explain me how does this go? I don't know. I really don't know. 中间你是放基础抽屉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因为他说哪一个都可以啊，所以我就用最便宜的。为什么看他自己在跑啊？有那个粒子效果，跑步的粒子效果，跑步会有那个泥土啊。好啦，教我怎么用那个吧。你很嗨，杰克，哎、欸，树，那个怎么做？哪个？你刚讲的。那个计时器啊，计时器，计时器哦，我直接挖给你，你看着做好不好？啊，叫什么？直接挖给你。
你自己看啦、啊。你什么挖给我？你现在是就已经做好一个了。对啊，这啥小？计时器啊。U 嘛，对不对？有两种版本，一种是哈记版本，一种是我做的这种版本。按 R 有两种，我做的比较麻烦呢、啊，可是材料比较便宜。吧。然后嘞，因为哈记那是拆成好几个部分。嗯。然后做出来就可以了、啊，你放出来它就会定时给红色讯号。哎，可以示范一次吗？你放出来就知道了。哎，右键，他又说什么每。多少 tick？ 100 tick 一次这样。对。哦，所以这是四个时钻，四个红石火把跟一个时钟。Yep。那这样我要做几个？一个就好了。一个，然后你接的话，我是充能这边吧？啊靠！我是充能这边吧？是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接。We are from Taiwan。好，还我。Hello， 我找一下怎么做。时钟要金，对不对 ？Yep， 四金一红石。四金一、啊，你在讲什么？再讲一次。四金啊，你是一个红石。突然想要啊！来来补要啊！午餐午餐。哎，好危险哦！今天的直播，都走在边缘啦，真的。拉杆，拉杆就好了，所以他只要一直充能就好了嘛。对啊，只耐一个问题，可只可以附魔附魂。Serious？ 是假的？那我就充能，那我就直接充能就好了、啊。是哦，是一直充能就可以了、哦。这么猛，我不知道、欸、他们讲的，来试试看啊。我最喜欢实验了，实验精神。伐木不是直接整颗下来那个、哦？对，砍很久，然后就那一片 下来。嗯，要相连到的啊，要反的。哦，哦，安妮吗？哦，你哦，没铺红石线路。还有二十分钟才那个，讲话谨慎，谨慎。危险，危险。Error，Error，、oh, 可以，没关系啦，没有啊，你不要关台的就这样、啊，没差啦，你以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关系吗？没差啦，有什么关系？都是成年人了，对不对？对、啊，我们成年那个聊天室很多没成年呢、啊。哎呦，好了，有点卡了，我知道，我刚刚有看到。知道怎么玩了，可以拆了。都在找时间盖个家吧。什么可以加耐久？黑曜石吗？还是啥？黑曜石不是加史莱姆球？工具耐久吗？对啊，工具耐久。你是要插槽升级还是部件换啊？插槽升。插槽的话是绿宝石跟钻石都可以。哦，好。建议是先用钻石，再用绿宝石，因为绿宝石是增加 50%， 那钻石是增加500点。哦，好。钻，这东西真的太 OP 了。东西，没有，我在想有没有什么飞行的东西，不然就要这样慢慢叠上去。哇，太久，不知道不行啊。那我的稿子耐久多少？87。29。二十太低了吧？没有，你全都用石头吗？哦，没有，这个拿纸做吗？纸没有啦，稿子的头是铁的啦。因为石头的手柄是乘以0.5啊，所以是整砍半诶、欸，砍半。是应该吧？嗯。今天的记录档还给我录一半断线之后就没录了，哦，怎么跟我那天一样啊？ Oh, no. 啊，是还好，今天就直接在聊天，这个没有留也没差。嗯，又是犯法了。我的聊天室突然变得好 international。international， 因为大家都在打英文。
哎，瓷砖不行是不是，杰克？什么书？什么行？俗装吗？俗装，俗装，俗装，就是你刚刚那个啊。砖不行哦。俗装不行哦。还有石头吧？那石头，我还把它做的瓷砖哎。要那石头，俗装不行哦。俗装，你要不要石头？我要啊。要不要石头？石头才可以哦，梳妆就石头啊！我直接拿石头给你啦，好吧？好，石头，石头，刚真是强给你。哎，黄俊，那个你那个彩色眼镜啊，可以穿在你的梳妆上啊。我就是穿在梳妆上啊，你怎样？你拿走了，不需要了啦。哦，你家是做派呢？哎呦，笑死。好，我这边先挂了。好，拜拜。拜。哎呦，好不好？这做完再说。钻石。说要设几 tick？ 五。太快了。随便，其实我就不用调100就可以了。哎，那么多，时间那么快了。100啦，100刚好。完成。这里是沙漠哦，100等于我记得是5秒。我刚把24个钻石丢掉，有吗？啊，你为什么要丢掉？分不给我。里面。对啊。你也丢掉了，错东西。树上飘的那个是小精灵。你里面是烧石头吗？鹅卵石啊。为什么烧鹅卵石啊？做焦黑石啊。哦，可以哦，对吧、啊？聊天室就一直有在刷、啊，所以后面的成本这么便宜哦，对吧、啊？嗯，交会使用鹅卵石就可以了，对吧、啊？丢到那个里面去烧，所以不用去找什么泥土，那个沙子不用，你就做出普通的就好了，对吧、啊？不用哦，我想说要一直用水泥，然后才能继续往上盖、欸，就聊天室大概有4-5个打一样的吧，我就说好啦，好，下次再试啊，但是还是来试啊。所以焦黑石上面的就可以焦黑石就好了。对，嗯，这样对强迫症来说很难过。为什么？就颜色不同啊，还是因为你把它合两次，它就变成那个那个钻的样子，没有长一样、哦。你可以用那个压成锭，也可以用成那个砖，都可以。哦，对啊，你也可以用成锭、嗯。啊，我想说，你就可以把它弄成锭砖。上面我想开始全部改玻璃吧。哦。那你就用成钉的，再慢慢。我想说你怎么里面在烧石头？所以石头啊，哦，石头再烧就变焦黑钉，焦黑钉再烧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焦黑钉不用了，直接就可以烧了就是了。他给你焦黑，烧了就会变焦黑的吧？你是放在那个锅釜里面吗？砖的那一个就是。Hello， 你是放在锅釜的，很像锅釜的那个里面吗？还是模板？锅釜那个吗？是吗？哎、欸，你那个的话，你放在包包上面合成第一次，然后再放上去合第二次就好了。包包上面合成第一次，第二次，好好好。嗯。原来如此。没有错啦。那我之前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？不会啊，你前面一定比较那个、啊，没关系啦。总是会多走一些路。哎、欸，我也是，差不多了。大家拜拜，明天见。都要关了是不是？明天再玩，明天再玩。那我也想关台的。我们一起关台。我们一起关台。好，有好几个。来关台啊！哦，你不是要继续开啊、哦？那我要关台了，我也要关台了。你也要跟我们一起关台吗？你们都关了，我不关，我这样不合群。可是你还差11分钟就整点了。可是我其实我已经超过4小时，没有用了。好，那走吧，我们一起走，那我们一起关台吧。大家晚安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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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关台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聊天室一些教学，我真的都有在看，只是太多东西要学了，所以我可能口气会比较凶一点，因为你看，一个叫我做 A， 然后我正在。研究 A 怎么做的时候，然后另外一个叫我做 B、C、D、E 这样子下去，对吧？所以
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然后也是提供你们的经验给我听，可是就是我学习太多了，我会学不来，反正就是会觉得说我刚刚学到的马上会忘记，所以反正感谢有在帮我的啦，我真的很感谢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的影片帮我点喜欢，想继续看 ATN 系列或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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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记得去看今天的新影片哦，感谢感谢，晚安晚安晚安。